的代志啊！一斤四百外的海鸡尾就对了啦，一斤四百外，一尾金外，一箱十斤才来口尾尔，一尾金外啦，一只等于带走四百就对，咱甲带四百了钱啦，一只带四百了钱啦，我要吃无啦，你想要吃的啦？无啦，你想买？你三只够人要吃的无？四只袂过百，三只袂落去，三只来一千。一二五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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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只为了三只，三七五啊，三七五，三七啦，三百七啦，买第三只挂线，挂来下三百七，先买，三百七，三七来，来啦，我来讲啦，你个四位计算，食无济啦，买三百三百了啦，三百了，三百好，三百，三百有无？三百块的有没有人要吃的？好啦吼，自己来。看到整个面红光光的，看到要中风的，看到来过来啊，你包鱼一块三五，人要吃有三百五，买三盒一千块比较便宜，有没吃包鱼的无？一块三五，有人买的吼，来最喜欢风雨六八九，买四百五。我最喜欢风雨。最后一个四百五，千万。最喜欢风雨啊！太开心了。七二五。大家四百五。四百五。副队长。来，到了。好。来。现在在风雨都很开心啊。公园比。好。公园。他现在最喜欢公园。尾巴，第二位。这个厂子跟他老爸老板没有，不是，这个厂子高八，跟他老爸没有关系，还八八，弄过来就借八百块，这个厂子跟他老爸没有关系，八百箱哎，完全没有关系，八百啊，我多了好嘞，什么你这卖了就好，这样，谁来？来，过来就下来，谁来都一样。
每个厂子有它，每个厂子。我们就这嘛啦，这边我们厂子有它的标志。那个青龙啊，对啦，那金龙哦，这个九斤啊啦，九斤啊，一斤啊，千二三五啊。啊，接下来再给你搞副汤做酒席先喝。农村，这礼拜三他们又没了。打针无吃，啊，接下来你注意听我讲啊，吃买两买啦。老师说，一买我提个开了，第你注意听我讲，一买提个三百开三百，一买卖三百，两买开两百，这三百。这个礼拜就要来一场，还是一样。还五百呢？不是的，我们讲五百块，是两次的问题了。五百，五百哦。对啊，没事啊。三百啦。这有客人，我就讲给了，谢谢三百啦。三百。市场那一种客人。三百块。三百。我去清蒸煮汤啊。这是市场那一种客人。不就几三百块，先买新加过来三百块。这也是台东的中心市场。三百，九七的。这也是台东的中心市场。你要先喊一夜，我们讲。三百了，卖三百块。啊？我跟你讲，东西市场这里有芭拉一颗卖一元。最后就姐三百块钱买的表。这里有芭拉一颗卖一元。那个下礼拜他会来吗？我不知道哎，我不知道。接下来去撒娇来了，去细节过现在三百块，三百块有没有？三百，三百块回去清蒸煮汤啊，三百块。九七的龙王加椒。三百块。捞出利润。三百块。沙巴，我两个人的希望，今天大家看一下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看到那个电视节目了，先生很爱台。哦，你买哪个？哦，你拢买吧。买台啊？你拢你买伊个，你买台。对啊。小妹，我下来买。阿妈，阿妈，阿妈。你大声，你快点。哎，对。我下来。手看的啊，现在手看的。你要呀？买多啦。虾手干干啦，虾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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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应该是不会撤啦，就再跑一点。来，龙霸，龙霸，这里还是有一些可以坐的。这里还是有一些蛮好的客人，比如金轩啊，还有两万八的啊，八的啊，那可以听啊。金八加加，是哦。这边来的，这些老的是去到是几千块上万块，还有黄宇，还是有一些很好的客人。看看来得啊，金八。为了测，为了因为比较看不惯的客人，去放弃那些好的客人。三万块。你一个礼拜只会，你一个礼拜只会，一个礼拜只会。阿妈，阿妈，阿妈就两百，一百二，一百。三万块，一百了。然后不能分出，一百。
100块，一次三百是七八千块。哎，觉得一百，一百，你们每次都说一个礼拜只做一次。他们拿了吗？还没。来，前面再一个。八八两百吗？弄好一啊，弄好一啊，好啊。啊，还辛苦啊，辛苦啊！这个多少？你会？对啊，会计师好贵的。哦，那是啊。哦，那是啊，先过来还给不？对啊，一斤也是好好客人、啊。我罢了，当时要我罢了。然后自己其他的客人就我们就不讲了，我们不要去批评人家。那我罢了。今天八卦山很好了，我罢看了一下，八卦山今天人超多的。我罢，这里。今天八卦山人超多的。啊，够有人来无？够有人我推哦，无人来我要扛你啊。当时要有人来无？无人来先扛你啊。我爸来讲，早期的东西就这样，很简单啊。我不知道说又没有在直播，太给我了。这打过来，这边过来个四只，叫我爸三只，我爸，来四只，我爸来，让我，我接啦。